诸位同学，我们今天呢，还要借着上一次，寄诵第三段末后的一首，第十首，这一段呢是讲体性，或是旃檀末，或是眉间光，或佛光中阴，而成思妙刹。一切世界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所以诸佛如来、菩萨、罗汉应化在世间，所依的教体就不一样了。我们娑婆世界这就讲我们现前所居住的这个星球星系，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说得很好啊，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阴文，这个意思就说明了这个地区的众生以六根来说呢，耳根最利也就是耳根最聪明，他很会听，看有时候看不懂，听这个领悟的能力比看还要强但是十方世界众生呢，这个六根能力强弱并不完全相同，有些世界众生眼根力，眼根超过耳根那个时候佛就以光色为教体耳根力的呢，那就是以言语音声为教体像佛在这个经论里面跟我们讲相即国相即如来那个故土的众生六根里面的舌根最利你给他讲他不容易领悟你现象给他看他也不容易领悟，用胃他舌肠胃他很容易觉悟，所以相即如来以什么做佛事呢？以相饭做佛事换一句话说，他度众生是天天请客请人吃饭让这些众生呢尝到他这个香味就开悟舌根力这一首偈就讲得很广，把十方世界所有不同根性应该要以什么做教体呢，全都说出来了。第一句是讲的香旃檀末是香第二句讲的是光第三句讲的是阴总不外这三种教化众生的时候所依据的这个教体出不了这三大类但是我们要晓得三大类呢如果说单单用一种其他两种都不用，在我们想象当中不太可能
啊，二是怎样才合理呢？啊，这三种东西以一种为主，其他为辅助。啊，像我们这个世间，虽然众生耳根最利，啊，释迦牟尼佛当年教化众生，是教学音声的，啊，音声为教体啊。啊，在中国，孔老夫子一生也是从事于多元文化的教学。啊，我们知道孔子那个时代，中国没有统一。啊，在这个中国这个地区，许许多多的小国家。啊，我们读历史，知道春秋战国的时代。八百诸侯啊，啊，八百诸侯就是八百多个部落，八百多个小国家。啊，甚至于有些小国，连现在一个县份都不到。啊，所以古人称这个县市长啊为百里侯啊，啊，那就是在未统一之那个时代啊，他是一个国家的国君呢， 啊称侯啊。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够明了孔老夫子的教学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他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啊，夫子有教无类也，只要你肯学，他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非常真诚，啊，诚诚恳恳的来教导你，传授你的智慧、德行、学问，以平等心、爱心来帮助一切来求学的这些学生们，他也是以音声为教体，啊，没有教科书啊。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说法也没有经本呐，啊，我们知道，书本都是世尊灭度之后，学生们从记忆当中写出来流传给后世，啊，孔老夫子亦复如是啊，啊，这一部《论语》中国读书人非常重视啊，啊，《论语》不是孔夫子写的，是孔夫子的学生们听讲的笔记，啊，他不是一个人写的，许许多多人笔记汇合起来的，啊，这说明我们这个世间以音声为教体。那么写成书籍之后呢？那个书不能听啊，只能看啊。啊，这就是照顾到眼根呢，啊，那就是光了，啊，那就光。所以这个是补助，啊，音声为主，啊，相光补助。这个世间如是，
他方世界在我们想象当中啊，应该啊也如是，即是是相继如来啊，他是以这个相位为教体，我相信他也会用音声，用这个光为辅助啊，这是相当然之事。所以幕后一句，这总结而成四妙察啊，这个妙察就是圣贤教化的察图啊，一切众生有机缘得到圣贤的教诲，得圣贤教诲，最殊胜的理就是觉悟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晓得啊！圣贤教化众生，以什么为目的啊？确确实实啊，是以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啊，这个是教学主要的目标啊！转恶为善，那是手段。转凡为圣呢，那是果报啊！啊，真正关键之处是帮助众生转迷为悟。啊，如果只有转善为恶，他没有开悟，问题不能解决。啊，也就是说，他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呀。转恶为善的人，在六道里头，他得人天福报啊，三善道受报啊，只是不堕三恶道而已啊，出不了六道，所以是帮了个小忙，不是帮大忙啊，帮大忙啊，一定要帮助他觉悟，这一点不容易啊！佛菩萨有能力，不是没有能力啊！啊，那众生遇到佛菩萨，为什么不觉悟呢？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业障太重啊！这道理我们要懂啊，事实真相我们要明了啊，所以帮助一切众生这个事情急不得了。事出世间圣人教人啊，教谁觉悟呢？教我一个人，不是教别人，我就会觉悟。如果我们这个念头错了，也现在就是你的认识错了，啊，认知出了问题了，你认为事出世间圣贤是教化一切大众的，不是教我的，我永远不会教
大众里头有没有觉悟的呢？觉悟不觉悟，你自己不知道，与你不相干呐、你完全搞错了啊！为什么在《华严经》上，善财童子给我们显示的一生圆成佛道，他所证得的是究竟圆满的佛果？一生啊，看善财真的一点都不困难啊。平常经教里头常讲，菩萨从初发心要证到究竟果位啊，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大乘经上常讲的，三大阿僧祇劫从哪一天算起呢？不是从现在算起，从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一天算起。换一句话说，你没有破无明之前修行的时间不算。如果要把这些时间再加上去，那真的叫无量劫又无量劫啊！不止三个阿僧祇劫啊！为什么善财童子一生当中能成就？别人要搞这么久啊，没有别的，别人搞的说。不知道啊，一切圣贤是教我一个人，善财童子懂得，所以善财童子知道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是教我一个人，一生成就。你看看，把无量劫三大阿僧祇劫浓缩成这一生啊。几年几十年的时间他就毕业了，就圆满了。那不会学的呢，好哟，那要经历无量劫。真的就像宗门大德讲，你会吗？这一句话意思很深。会的人照顾自己，不会的人天天看别人啊，天天看别人呢，那你就得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如果只顾自己不看别人，你这一生当中就圆成佛道。这个道理你懂不懂啊？如果你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什么个道理？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透彻。你为什么不能做佛？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之处，你不能做佛。有妄想分别之处是凡夫啊，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了，那你就成佛了，圆满成佛了。就这么个道理。你从这个道理上你应该就要醒悟过来。如果我们念念为别人为众生，妄想分别执着，你想想看你能不能断掉你眼见的耳听的所接触的都是别人的不对。
啊，在这个里面生妄想，起分别，起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会断了，天天在增长啊，天天在增加了。你想成就没指望了，所以要三大圣起戒。如果你知道啊，哎呀，尽虚空变化界所有一切都是诸佛菩萨示现，那都我的，那么你一定跟慧能跟善财一样，不见世间故，你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天天在减少，你的智慧德能天天在上升，所以你这一生成佛了啊！成佛之后啊，你才真正明白了，大彻大悟。悟个什么呢？原来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的顺境逆境善人恶人，全是我的恩人啊！我的妄想分别执着从哪里断？就要从这些境缘方面来断，没有这些东西我怎么能断得了啊？顺境善缘来帮助我了，来教导我啊，教我什么呢？不起贪念啊，在这个顺境善缘里面没有贪心啊，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决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不愚痴啊。所以在这个境界里就是把贪吃断掉了不会修的很难呢、啊、在这个境界里面是起贪爱啊，还是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你怎么能成就呢啊？逆境环境不好，恶缘啊，遇到都不是好人啊，好像所作所为都是不如法啊，你见到听到接触到说心里不平呢、啊、起怨恨呢、啊、你又起了妄想分别执着，你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佛？所以会的人、啊、那跟我们不一样，会的人在这个境界里面没有丝毫嗔恚心，换一句话说，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在什么样的人事环境，你记住一句话，永远保持你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保证你一生圆成佛道。啊，我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绝对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这叫学佛了，这是佛的学生呐、啊，这个人就称之为善财童子啊。所以善财童子不是一个人，善财童子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个真正会学佛的人啊。善是善根呐、啊，
才是表福德的。啊，就是说他有智慧，他有福德。啊，有智慧有福德的人他会学。啊，他这一生一定能成就。道理就在此地。啊，那么我们看到外头境界为什么会不起心不动念？所有一切境界都是佛菩萨变现的，变现给我看的，让我在这个里面学习。啊，那也许你说的，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明明那个人是恶人，那个人做坏事，害许许多多众生，你怎么说他佛菩萨变现？岂不闻佛在经上常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啊，楞严经上讲得好啊，若能转进则通如来啊。所以境界不是真的，境界是什么呢？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给你讲事实真相啊。所以你用什么样的心，你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境界不一样啊。我们两个人同在这一个境界里头，我们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两个人的境界就不相同。这个道理很深，这个境界叫神秘啊，不是神秘，是深秘啊。粗心大意的人，烦恼没有断的人，心地不清净的人，他不了解这个境界，他也不懂真正修行人他是怎么个修法的啊，确实他一无所知啊。啊，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传。这个不是不慈悲也，这个古人讲这是心传的，言语思维都达不到啊！啊，所谓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完全要你自己体会的了啊！这个事情真的不容易啊，在中国佛教史里面。禅宗可以说慧能大师啊，那度的众最多了，也不过43个人而已。你想想看，跟他学的人在我们想象当中至少也有十几二十万人，甚至于到几十万人，成功的只有42个。啊，其如境界的。啊，那我们再看看近代的。啊，我过去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跟李炳南老居士修净土的人，50-60万人呐。真正能念佛往生的呢，我给他做一个概略的估计，大概有啊300-500人。你要晓得五六十万人呐，所以
真正往生的是万分之一了，一万人当中有一个。跟他学教的人也很多，成就的人就更少了。什么原因呢？那就是会与不会。不容易啊。不是老师不慈悲，没法子教啊。你自己必须具足善根福德因缘。那弥陀经上讲得很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个学教亦复如是啊。你要具足善根福德因缘。太难太难了。啊，善根是什么？能信能解。福德是什么呢？能行能证。啊，因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机会。啊，我们遇到真善知识这机会遇到了，啊，遇到正法道场，遇到正法同参道友，修学环境，机缘有了，那问题成不成就？问题在哪里呢？你有没有善根福德？善根福德，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讲的，信解行证，你具不具足这四个条件？果然具足这四个条件，哪有不成功的？一生圆成佛道啊！啊，所以这个不是这一生的了，善根福德过去生中修的。啊，我亲近这个善知识，我对善知识有没有信仰？这个很重要啊。对这个善知识要有疑惑，就完了。啊，这是什么？你没有善根。啊，那么在不要说在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不例外呀。啊，跟释迦牟尼佛学习的人，有没有人批评释迦牟尼佛呢？有没有人毁谤释迦牟尼佛呢？有啊。六群比丘，这不是外人呢，僧团里面的人呢，批评释迦牟尼佛，提婆大多毁谤释迦牟尼佛，把释迦牟尼佛说得一文不值。啊，他比释迦牟尼佛高太多了，他也有一批徒众啊。啊，提婆大多能言善道啊。这个都是诸佛如来给我们实现啊。释迦牟尼佛当时就有人批评他，就有人毁谤他，就有人刁难他。你跟释迦牟尼佛学习，你听到这些，看到这些，你对老师还有没有信心？没信心，退心了。你这个缘失掉了，啊，你不能成就了，不能怪别人呐，怪自己呀，啊，自己是吧？听信谣言吗？你愿意随着恶人走吗？那有什么法子呢？
佛虽然很慈悲啊，看到这个情形，佛也不会劝你啊。佛的态度是真实智慧，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你欢喜学，你好好的学，你不欢喜学，随你便啊。佛哪有勉强人呢？勉强就攀缘了啊，一丝毫不勉强啊，完全在当人善根慧眼啊。你要有善根呢，你要有慧眼，你要认识人呐。佛灭度距离我们今天3000多年了，那这外国人的讲法也2500多年了啊，去我们的时间相当久远了。在今日之下，我们如何能够辨别哪是善知识？啊，这一点释迦牟尼佛非常慈悲了。他老人家入灭之前教我们四依法，这个四依法就是辨别善知识的标准呐。啊，第一句，依法不依人，非常重要啊！啊，他的思想，他的见解，他的行持，他的言论，与经教相应不相应？啊，经教是法。如果他的思想见解言论行为与经教所讲的相应，哎，这个人是善知识，这个人是真正佛弟子啊。如果他的思想见解言论跟经教相违背，纵然他讲经说法，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呢，他讲经说法了，100句话里头99句话都跟经教相应，只有1句不相应，跟佛相违背的。李老师说，这个人是魔，这人不是佛，1句都不行，100%啊。他老人家常常用比喻啊，醍醐里面掺不得毒药啊。对，一杯饮料啊，醍醐最好的饮料啊，一滴毒药放下去，全都变成毒了。这就是说，99句啊，哎，跟经教相应，里头有1句相违背，那就是毒药啊！一般人很容易疏忽的。哎，99句都对，那还有什么问题？1句这个无所谓啊，你上当了。他已经把你的正法破坏掉，100%啊，1000分之1000呢？1/1000的，1/1000都不行。这真学佛啊，决定啊，这我常常讲啊，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啊，一定要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百分之百的随顺佛陀教诲。啊，这种修学啊，功夫得力的时候，自己知道从哪个地方看厌呢？最容易看厌的，你晚上做梦都在学习，都没间断啊，没有噩梦啊，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梦啊，啊，做梦也在学习啊，也在研究经教啊，也在修行啊，啊，从这个地方能看到自己功夫得力不得力啊。如果做梦啊，梦还有噩梦，就说明说你的功夫还不得力啊。清醒的时候你有一点把握，梦中你完全没有把握，不行啊！啊，不行怎么办？努力再干。啊，我是这条路上的过来人，我学佛50年了。啊，老老实实跟诸位说，我功夫真正得力，最近10年而已啊。啊，换一句话说，前面40年，有时候还做噩梦。你就晓得不是一桩容易事情，所以学佛要寿命啊，寿命短不行啊，功夫没成就寿命到了啊。这个什么，这在八大人究经上讲的四魔，死魔啊，你很用功很如法，但是功夫没有到家，寿命到了啊。纵然这一生修得不错，来生的人生继续还能够修学，至少耽误20年。换一句话说，你功夫要中断20年的，中断20年，来生你能不能又遇到正法，又遇到善知识，是一个未知数，是个问号。所以佛在经上常常警告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啊，你一定要好好的抓住这一生呢，不能等来生呐。来生是个未知数啊！啊，不能把这个机缘轻易失掉啊！得来不容易，百千万劫难遭遇。诸位要晓得，在世间得财富、得功名富贵啊，得五欲六尘的享受，那个很容易得到，只要修一点善福就能得到，正法这个因缘不容易得到啊。彭济清居士说的也非常好，无量界中稀有难逢之一日，这他讲的。你不知道珍惜这个，那你就是真的错了了。啊，但是古人讲的话都是有道理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要小心呢。啊，哪些是魔呢？所有一切诱惑都是魔。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天天在诱惑你啊！你动不动念头啊？你在这个境界里动起心动念，完了堕落了啊！在这个诱惑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成功了。所以这个外面的诱惑
你说是善还是恶呢？没有善恶。如果我起心动念，我起了贪嗔痴慢，外面这个缘是恶缘；如果我如如不动，外面的缘是善缘。啊，刚才跟诸位讲的，自己能如如不动，外面这个恶缘都是佛菩萨为我做实现的，帮助我练功啊，啊，帮助我提升境界。没有这些这个诱惑，我怎么能够成就如如不动呢？你没办法成就啊。怎么能够成就光明遍照呢？啊，光明遍照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慧呀，成就我的智慧呀。如如不动啊，成就我的禅定啊。戒定慧三学啊，不起心不动念，成就我戒定啊。啊，我又不必去回避它，我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啊，我并不回避，我也可以跟它接触啊。在这个境界里头，转贪嗔痴为戒定慧啊，这就是慧。慧没有贪嗔痴啊，只有戒定慧啊。所以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啊。今天这个世界，一般人想看动乱无浊卧室，慧的人呢，这个世界是华藏世界，这个世界是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华严经上讲了这么多，讲得太清楚了。啊，住在这个世界的人，他是戒定慧呀。戒定慧成就这个世界清净庄严呢。你看，这就是转无浊卧室啊，为清泰安乐。这些年来，我们净宗对于帮助九法界众生啊，采用中峰禅师的三十信念啊，你看。中峰禅师在西念里面的开示讲得多好啊，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此处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这个地方。那话真的，中峰禅师能说得出这个话，我们晓得他能转境界啊，他的心清凉自在啊，啊，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提醒同学们的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啊，中峰禅师用这个心，所以此界就是此地，就是极乐，极乐就是此处啊。啊，我心就是弥陀，弥陀是自信弥陀啊。
唯心净土啊！啊，我眼睛里面所看的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都是法身大士啊！啊，这是佛法了，这是真正觉悟之法。你不契入这个境界，你没有办法理解啊，这个法古大德一般不说出啊，为什么呢？说出啊，把你的悟门堵塞了，他引导你，让你自己悟入啊。我今天这个说法，那古大德的时候是不会同意的，这不能说的，你为什么说出来？那我也可以告诉你，此一时彼一时也。那个时候啊，用那个方法是正确的，现在再用古人这种方法的话，对这个世间人一点利益都没有。现在就是完全说穿了，你要是真正听懂了，真正听明白了啊，知道这个里面呢厉害得实，你能够回过头，你能够在境界里去练啊。练什么呢？练在境界里头练断贪嗔痴啊，一切顺境里面保持自己心地清净平等，不起贪爱啊，对于世出世间法没有一丝毫留念，有跟没有是一样啊，得跟失是一桩事情。你在这练这个功夫，烦恼就轻了，烦恼轻了啊，智慧就长了啊。悟道师问我啊，他说，师父，你讲华严经为什么能讲出这么多意思他不能呢、啊这什么原因？我在这五十年当中的历练呢、啊，我是真干了、啊。我跟李老师的时候，李老师告诉我，练思练心。我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啊，练思练心是什么呢？修行在哪里修呢？就在生活当中，工作里头，处事待人接物啊，顺境善缘练习，不生贪吃啊，不吃是明了啊，不贪真正持戒，真正在修定啊，修自己的清净心啊。现在我们总归越归越精简，修自己的纯净的心，修自己纯善的心，纯善是真诚是平等是正确是慈悲啊，在逆境我也能相处啊。你看我写的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不管你对我怎样的恶劣，我心地清净平等，绝对没有丝毫怨恨啊，绝对没有说哎呦不高兴了，没有，没这个念头了，我欢喜啊啊，就等于经过考试啊，很容易很顺利啊，通过了啊，在这个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没有烦恼，只有智慧，怎么不感恩呢？啊，所以善人我感恩他，恶人我感恩他，平等的啊，逆境我感恩，顺境也感恩，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啊。那我住的这个刹土怎么会不好呢？我住的是佛刹土啊，这就是我常讲了，你真正契入佛的境界少分呢、啊、我们入的是少分呢、啊、比不上那些菩萨们呢、啊、啊，少分就很快乐了，就很自在了啊，是这忧虑烦恼牵挂通通没有了，身心自在啊，才入少分呐、啊。那要入多分，入满分，那个乐啊，我有一点能体会了啊。佛经上讲的学佛那个终最后的目标，离苦得乐，我能体会一点这个意思。这个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八个字非常不容易体会啊，我相信一般人无法体会啊，这我学佛40多年之后才懂得这个意思啊，换一句话才尝到这个味道啊，那我这个学佛这一生当中真的没有间断啊，虽然不敢讲勇猛精进，确实是精进，没有退转啊，才尝到一点乏味呀、啊！啊，我知道这点乏味一般人尝不到。好，现在时间到了。